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今天参政会，刚才听陈前副总统讲，真是侃侃而谈，而且又丰富又幽默。那科学改变人类，科技就是国力。政府在63年前就成立过科会，8年前改科技部，各有其时代背景和任务需要。今天我们成立新的国科会，由政委来担任主任委员，就是希望能统合跨部会、跨领域，以整个国家的资源和预算，来让整个科技发展更好更强。我们看吴主委过去在这个位置上就任，其实表现卓越，而且各方面都非常的熟人，必能胜任其职。今天以政委兼主委和今天新成立的国科会，想必能为国家进步能更好来做更好的表现。在蔡总统领导下，这是政府主改之后又新的一步，希望好好的加油，希望大家一起加油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我首先谢谢院长，谢谢丰富幽默的致辞，谢谢院长。